林书豪凭借精湛的球艺，曾在 NBA 掀起一阵林来风。本季他则宣布加盟台湾新职篮联盟，受到许多球迷关注。经常会在网上分享生活的他，三日则难过宣布奶奶过世的噩耗，并在内文中写下希望奶奶安息。据了解，2021年疫情爆发时，林书豪的奶奶还特别到北市高中接种疫苗，还大方接受访问。当时94岁，他身体相当健康，没想到突然传出噩耗。而从林书豪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林书豪小时候奶奶带着他和弟弟林书伟在台湾开心游玩的画面。而眼尖的网友还发现，奶奶墓园上显示的过世时间是2023年1月29日，而当时林书豪还没来台加盟，让球迷想到奶奶不能亲眼见到爱孙在台湾打球，可说是相当遗憾呐。